北市推动社会福利参与式预算，继芦洲泰山之后，五股区也在最近举办了五股 PB 玩虾米成果发表会，邀请参与的各团体理事长齐聚一堂，并透过逗趣精彩的影片分享成果。一边洗虾米蛙哥是麦哥们啊，我只是想静静的做蜡烛。对，知道今天我们做这个啊是什么活动吗 ？PB 的参与式活动。知道什么是 PB 吗？就是活动和运动和社会局长张景丽表示，社会福利参与式预算自105年开办，今年将启动技术转移，号召有意愿的公所参与培力训练，让更多人了解参与式预算的精神。那么这一次脱颖而出的呢，共有8个民间代表呢，来推动他们的社福专案。那不仅照顾到我们的长辈，也照顾到我们的妇女朋友，甚至受暴妇女，那么还有儿少。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社福参与式预算呢，能够让整体的社区呢都能够动起来，让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到底社区需要什么样的福利方案，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为社区朋友做出付出跟贡献。那透过这样一个善的循环，让我们的社区能够互助共助，并且落实呢由下而上的参与式的精神，我们觉得真的是非常棒的。成果发表会包括了吉福社区发展协会推动祖孙共同制作的果冻蜡烛，发挥创意。协会成员也学习缠绕画，放松自我，制作聚宝盆盆栽，发挥绿手指的巧思。五股新增社区发展协会则是推动了绘画认识性别平等。松青长寿协会透过了石头彩绘，让长辈回忆自己熟悉的事物，也有助于延缓失能。发表会上也以打开大彩蛋的方式预告，接下来将在莺歌区办理。非常荣幸哈，莺歌有这个机会呢，来延续社会福利参与式预算由下而上的一个精神，让我们的莺歌的社区、还有社团、还有一些民众可以共同来参与，那撒下一个民主的种子，来落实公民参与参与式预算的一个活动。接棒的莺歌区区长施明慧表示，将会延续社会福利参与式预算由下而上的精神，栽培更多民主种子，实践公民参与、基层发声的目标，也欢迎莺歌地区的人民团体踊跃加入。你的事、我的事，都是新北市。最近这几年其实非常流行所谓的这个参与式预算，但是你知道参与式预算是什么吗？其实它是一种公民审议的一个精神，就是说呢，政府的一些部分的一个预算可以由公民来做决定。那在最近这几年，其实在我们新北市社会局呢，也推动了所谓社福的一个参与式预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去做了解，也非常欢迎哦，对这样子的一个社福参与式预算的朋友可以一起来投稿，算是投稿，然后一起来加入这个行列。那么首先先来介绍参加今天节目的几位来宾。第一位介绍的是我们新北市社会局局长张景丽，张局长，局长好。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北市社会局局长张景丽。再来介绍这一位哦，算是他对这个参与式预算哦，也其实花了很多的一个心血，而且呢，曾经也用他的所谓的一个议员的配合款，然后办理非常多场次的一个参与式预算，就是我们的新北市议员洪家军，洪议员，议员好，清华还有我们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好。再来是马上哦，就是这一两年要来执行的我们莺歌社福参与式预算的莺歌区区长施明慧，施区长，区长好。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讲到这个参与式预算哦，虽然说新北市这几年来持续的有在做推动，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的民众哦对这样子一个参与式预算不是非常的了解，所以首先是不是先请局长来跟大家做一个解释，那为什么又是社福，为什么是社会局这边来执行？好，其实参与式预算啊，这个你看参与是谁来参与呢？就是让人民来参与。一般的预算呢，当然就是由政府来做这个决定，来做支配。但是参与式预算呢，是政府拿出一笔的预算，然后让人民呢当家做主，做呢符合民众需求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服务，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建设，那我们就称之为叫参与式预算。那新北市我们推的是社福式的参与式预算，换句话说呢，这个社福就包含老人、身心障碍、妇女、儿少等等，好，这些弱势的需要帮忙的这些朋友。那新北市社会局推动参与式的这样的一个社福预算呢，我们呢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是以民间团体为基准，
因为社会局呢其实基本上就在服务民间团体。对，那我们新北市呢是有5000多个民间团体、那民间团体呢其实呢是我们政府的好伙伴，那么借由民间团体呢我们 输送非常多的一些福利方案、所以呢这些人民团体呢其实就是我们政府的好帮手，那所以我们就借由民间团体呢他们来协助我们来推动这种参与式预算。所以一般的参与式预算呢是以个人为单位，但是我们推动的社服式的参与式预算呢是以民间团体为单位为界面，透过他们呢来提案呢非常棒的符合民众需求的这些社会福利方案，然后再由大家票选呢，然后呢看看哪一个是最符合民众所需要的。其实民间有很多的一个力量啦，哈，对不对？然后民间也很多很厉害的人，也许很多是我们公部门我想不到的，对，但是透过民间团体他们自己去发想，他们能够设计出一套能够照顾而且符合我们的社服需求，可能对象有这个儿少啊，有这个新住民啊，有老人啊，有这个妇女朋友等等的，他们可以有很多的一个想法来弥补我们市府我们公部门的一个不足的一个地方。没错，是是。那我再请教家君，其实我知道家君你推动蛮多次的参与式预算，而且你自己本身也是非常的去了解，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议题之后，那其实你执行过几次，对不对？就是用你的配合款议员的配合款然后去办，那这样子执行下来，你从中有没有感受到大家对于参与式预算他们的一个了解，以及他们为什么会想要来做这件事情？是，我想金华刚刚你问的这个问题，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东升里就是从第一次所办理参与式预算那一次，让我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一个感受。第一个，我们提案的对象把他年纪放就是降低到国中生就可以来提案，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在公民参与这一块，就好像我们在学校端其实都有公民教育的一个课程哦，这是第一个。再来那一次非常特别的经验是在于，我本来想说预设或许学校的孩子们跟老师会提有关于学校的一个需求，那或许在于社区的部分可能会提一些尤其你知道最基层的一般都会希望里长办旅游啊，中秋晚会啊，这种你知道经常会被要求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就到最后呢结果真的是超乎我们的一个想象。首先第一个，孩子们所提的案分别拿到第一名跟第二名，这个是让人家意外的，对不对？是。再来第二个，孩子们所提的通通不是在学校，而且都是在学校以外的空间，他们认为这个地方需要什么，所以我就觉得第一个感动在这，我没想到说我们的孩子能够做到这个程度，我们的公民教育公民参与可以到这个程度，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他们要经过所谓的一个审议的一个程序，当天我真的替这些孩子捏了把冷汗，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提了一个其中一个案子我印象很深哦，他们就建议说我们是否可以在公园里头设计一个公仔这样的一个娃娃，然后那个娃娃希望说有一个功能，其中就是什么垃圾桶的功能然后他当然还有一些意象啊，包含跟那个警政系统的连线啦、类似这样，但是他们马上被泼了一大桶的冷水是什么，你知道吗？说各位同学抱歉，我们现在在公园来讲是垃圾不落地、所以你知道垃圾桶的提案马上被打，所以我就想说完蛋了，这群孩子大概会觉得那我们回家好了就你知道没有，他们就是说好，第一轮上台报告以后就下人，他们就密集的讨论，后来说他们马上当天当下做一个修正以后再提了另外一个概念出来，哇，后来也顺利拿到的前两名是。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让人家觉得真的非常棒，所以也因为如此我看到参与式预算它可以让在地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对话跟交流，不只是他们居民跟居民之间的一个交流，还有就是居民跟政府端的一个互动跟交流，他们就更可以清楚了解原来公务预算在执行过程当中其实要考量很多事情，是。再来也可以翻转一些大家使用公款的一个习惯，我举例大家我想很多都知道基层往往都会要求里长说我要中秋晚会，我要办旅游这样的一个提案跟建议，有时候里长就变成说你知道在地的庄脚要求就尽量做所以我们讲说好，把它弄成参与式预算，也请里民们提案上来。是，结果呢，中秋晚会也有人提，相关也有人提，但是最后拿到预算的呢，
既然是关心学校的事情，最后这样的一个预算，反毒的工作拿到这样的一个预算，是。所以我那一次看到很棒的一个在地的一个，你知道，对，等于就所谓的一个对话了。居民关心学校，孩子关心社区，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棒。是。所以其实家军推的这个参与式预算，它并不以社福为主要的一个目标，应该说不设限，当时不设限，对，反正就是只要是我们这个里的事情都可以，包括你天马行空都 OK。所以学生们提出了，他是关怀他在地他生活的一个环境，对。那我们在地的长辈，他们是关怀着学生的未来，因为是希望能够反毒，对，对不对？能够进入校园，然后让学生可以健康的一个成长，对，没错。所以这是一个彼此的一个关怀，对，没错，都是对社区的一个关怀，就对 了是。那当然，接下来请教市区长，就是其实今年我们莺歌区大胆的接下这一年度，我们新北市社会局推动了社福参与式预算，对不对？怎么有这样子的勇气来去承担，或者是说，其实你也感受到我们莺歌的一些氛围，觉得我们其实是很能够来执行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是的，我们讲到莺歌就会想到陶瓷，是啊。那所以在这个莺歌可以说是一个人文艺术还有在地特色非常鲜明的一个城市，那也看到我们私立美术馆今年就要来落成了，对。那我们新北市政府统合了各局处，然后针对了一个在莺歌实施了16项的硬体建设，22项的软体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啊，无论是里长、社区、社团，对于这些议题哦，都非常的关心。所以我们在举办各场的那个说明会或公听会的时候，参加的程度哦，可以说是非常的踊跃。那非常感谢新北市政府啊、社会局警力局长哈、积极的来推动这个参与式预算，所以让我们莺歌有机会哦，可以来参与这个社会福利的一个参与式预算，让人民来做讨给，让他们提出他们的需求，让我们的莺歌的社会福利呢，能让大家自己来做主，让这个参与式预算可以在我们莺歌来萌芽。是，其实这个培力课程在莺歌应该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嘛，对不对？那有没有听到一些参与民众的一些声音？然后大家好像跃跃欲试的感觉，有没有这个氛围出来了？这边真的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社会局哈、积极的来辅导，然后让我们这个专业哈、来协助。我们这些社区跟社团，那我们总共办了，现在已经办了5场、其中有初阶、有进阶，还有著名大会，那参与度可以说是非常的踊跃、总共我们统计了一下，有460个人来参加、这些培力的课程、那借由这些培力的课程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些无论是里长啦、社区啦或社团，对于地方的需求、可以说是非常的、明确啊。那借由这些培力的课程、也由他们的这些有系统、有条理的讨论、然后来规划、那让我们知道说、在地的居民、原来对于这一些社会福利的一个需求，然后透过这些预算的一个公开透明、那我们政府、积极的来监督辅导跟协助，让我们这些参与式预算、可以让发光发热啊，积极的来落实哈，我们这个接地气啊、然后落实我们侯市长的一个安居乐业的一个好生活。其实就是居民自己需要的，我们自己提出来哈。那既然市府有给我们预算，我们就是自己来做主，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做好。就是社会服务的一个工作嘛，我相信社区发展协会成立，或者是我们在地的一些团体他们成立，就是为了要来服务。那刚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预算，不如我们就自己来想方法，然后我们来想案子，然后呢，让执行我们自己的案子可以更加的一个顺利，对不对？是。那我请教这个局长，就是我们社福参与式预算这样子执行下来，哈，应该多多少少有一些成果出来的。那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案子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哦，那是太多了。其实哈、我们就很难想象，哇，社区其实有无限的生命力啊、那我们透过呢这6年在推动参与式预算、其实我们就看到非常多的人民团体站出来，是，然后尝试呢去做各方面的提案啊、那么甚至呢到最后呢还要行销他的提案，因为要争取选票啊，让大家投票，投最多的你才可能把预算给他做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记得有一个太极拳协会啊、那时候是在芦洲，因为我们最早是
在芦洲做的、嗯、那时候呢他就说哎，常常他在那个学区里面哈，常看到有很多是弱势的家庭，那有些孩子呢这个父母亲都是上工啊，也没有时间管理，然后呢孩子回到家呢可能就去网咖或者是就去在街上流连忘返啊哈，就怕他们做一些不好甚至加入帮派、嗯、所以他就说呢其实我们应该让这些孩子有机会可以留在学校，所以他就借了学校的场地，然后不仅借了学校的场地呢还提供非常丰富的晚餐、嗯哦、吸引他们能够来，然后完之后呢就教他们一些武术甚至是太极拳、嗯、就没有想到他这个方案办得非常成功，而且呢也成功的得到居民的支持，所以他也获选了、嗯、那获选之后呢等到一年做下来我们觉得、欸、真的是对当地有很大的帮助，就发现这些呢这个误入歧途的孩子就变少了、哦、后来这也让我们感受到说、欸、其实你看呢、啊、这个真的是民众需要的，民众需要就是社会、嗯、就是政府需要的、嗯、所以我们就大力的推动了这样的一个譬如说类似这样的社区关怀据点、嗯、能够让儿少呢有一个好就放学之后还有一个好去处、嗯啊、不要因为有的他可以上客服班家里比较有钱，可是有的孩子就没有机会，对、啊、那反而可以照顾这些孩子、嗯、所以呢自从呢这个106年推动之后，我们现在社区关怀的这种儿少的社区关怀据点已经翻了一倍，嗯，我们现在已经有142处，我们今年至少要到达150处以上，嗯哼、啊、那个家俊也非常关心、嗯、他在议会也很关心这个议题，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其实我们透过参与式预算人民来参与、嗯、他们选择了最需要社区最需要的方案来做推动、嗯、而这个推动呢也让我们看到啊这个真的是民众需要，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是政策面的广步的来推展、嗯，是，所以他们其实身在社区，他们更清楚社区需要的是什么，没错，所以能够提出一些社区居民真正需要的一个项目出来，对对，所以才会希望说在地大家一起来做参与，对不对？对，像家君你自己推动的参与式预算，其实也有几个是关怀社我们弱势团体的部分，对不对？分享一下。我那个清华你要提到这一块，我就会想到哦，三多地区那一次是。我还记得有几个单位，他们就你知道，本身就是一个专门在照顾身心障碍的一个永会。嗯，那一次的一个状况很特别，是在于哦，因为永会的成员其实多数都是家长、教练来组成。嗯，所以来参与工作坊的团队，他就是你知道，可能是家长带着身障的孩子一起与会、嗯，所以你在现场当中。那些孩子他有时候没有办法完全控制自己，所以会发出一些声音。嗯哼，那在整个的一个会场当中，在公所当中，他就认为其实大家都你知道会相互了解、体谅、包容、嗯，所以反而没有任何人有一句抱怨，反而更会觉得就是说，哎，我们是不是应该给这样的一个团体多一点机会？嗯，所以我相信在那样的一个工作坊里头，大家彼此也会更清楚了解，哎，哪些团体他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跟特点？嗯。所以我后来发现哦，包含那样的一个永会他们做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嗯、其实哦其他团体投给他的几率也都很高，嗯，所以最后他们也拿到前3名，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藉由这样的一个参与式平台，团体跟团体之间也在进行所谓的一个对话跟学习，嗯，那当然也藉由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更多人可以认识到很好的一个公民团体，嗯，可以让大家更认识他们，所以不论对于他们未来的一些业务推广、嗯、还有能见度都大大的提升、嗯、所以我就因为如此也非常支持，就是说不论是公所或新北市政府大力来推动这样的一个业务、嗯、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知道让更多人可以看到很好的 NGO 跟协会、嗯，我觉得这个真的对社会有大大的帮助、嗯、其实我记得以前在参与式预算刚推动的时候、嗯、其实有很多可能包含学者或者是一些民众他会担心说哎、欸，其实还是担心这笔这样的一个预算其实掌控在一些可能协会啊或者是某一些比较活跃的一个单位的一个手上，因为毕竟他们的资源多，但是如果我们以社福参与式预算来讲应该会有一些控制的一个机制，我们希望说在地提出来的是真正的一个在地有需求的，而不是说我本来就是很有能力去提案子的那些人，然后我来做同样的一些事情吧，局长。对，根据我们推动这么多年，我们看到真的是获选的方案是都不是那种大的社团体出来，都是那种在地小小的社团、
然后呢，因为他们没有资源，他们很努力的参与我们各项的培力工作坊，然后努力认真学习提案，然后学习公民审议的精神，对，然后到最后他们也大力的促销他们的方案，就到最后得到很好的结果。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经验其实也让我们认知到说，其实呢，像很多的资源呢，其实是我们没有发现，没有发现的这些民间团，他们其实做的真的很棒，虽然它只是一个小小的社团，但是经由这样资源的投入，我们可以培力它，甚至这些方案可以未来成为政府的政策。所以我想说，透过参与式预算，你就可以广面的更发掘在地最需要的方案，对我们而言呢、那我觉得对我们推动社服当然会有很大的帮助。是，所以真的有愿意来去投入社服参与式预算的，你真的对关怀我们社服团体的哈，或者是我们弱势族群的，真的有想法的话，真的是可以来试一试，对不对？是。就想区长，你有没有信心？我们今年这样子的一个参与式预算，其实我们在地的一些单位，其实大家都很关心，大家都跃跃欲试的。对，我非常有信心哦，因为其实在这个社团还有我们的社区哈、哦，他的这一次的一些参与的过程中哈、哦，他们可以说是提案也非常的踊跃，也讲出了很多的他们在地的一个需求跟想法。我想这个参与式预算哈、哦，对于这个我们的英歌哈、哦，在整个无论是在社会福利或者艺文的推广，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注意。是，所以未来英歌一定会更好，对不对？英歌大要进，是是是。那最后是不是局长跟我们有心想要参与投入这样的一个参与式预算的一个朋友，给他们一点建议好不好？好，其实最重要我觉得就是要有心、那有心呢，它其实要经过一个培力的历程。其实我真的很谢谢我们英歌区公所，他愿意来承担、这样一个责任，因为培力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的，是有初阶、有进阶，还有再进阶，甚至还要到定稿、就像刚才洪议员所讲，其实要花一笔预算，到最后你还要核销、还要完全透明，这都不是一件很容易事，这是要经过学习的，是尤其公民还要学习审议的这样一个精神。好，所以我觉得只要有心，他愿意来参与我们的培力、他一定可以提出非常好的提案，而且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支持他们，大家一起来，不要害怕。是，家军呢，给点建议。是，我想或许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对于这种参与式，多数的人是陌生的。所以我也会建议一下哦。因为在议会当中，除了家军以外，还有几位议员大力在推动，尤其是陈一君陈议员啊，他开始的嘛，对，他是始祖，对，他是始祖，我叫他参与式之母啊，他都还出书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在他身上也学的蛮多的。那也因为如此哦，议会也帮我们规划了一个就是参与式专区，再放在这边。当然了，区公所有的也有做，那当然。待会区公所应该就让那个司机长来说。那我要分享就是说，在这个专区里头，或许大家可以借由以前所推动的一些事情做一个参考。比方说我刚刚讲的身心障碍运动教学这一块哦，事实上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海报性质，只是手写的。后来我们也结合了一些像是我记得这次公所这边也有邀请了台北大学一起来做协助，他们也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产官学真的也在这个部分来去被实践。再来呢，我们还有地方的一个社区大学，社区的这样的一个学校来，你知道他们里头有很丰沛的一个志工，所以你知道就是地方大，你知道不论是学界也好，或者是地方的团体，包含社大这一块，大家共同投入的时候，真的就像局长所说的，地方就只会越来越好。而且大家彼此互相学习，也让我们很多的公务预算真的是用在刀口上之外，而且越用越好。是，好，来再来区长也跟我们在地的呼吁一下，多多来参与我们这次的一个参与式预算。我想这个借由这个参与式预算可以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地方的需求是什么，好，可以很接地气的让这些社区社团还有里长一起来参加，那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做得很好的。是，所以呢非常欢迎对参与式预社服参与式预算有兴趣的一个单位大家一起来努力，大家一起来想方法，然后大家一起来关怀我们在地的一个弱势族群。那当然这个案子启动之后未来还会有需要所有民众的一个参与，因为呢你要投票要选出你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案，那对他们来讲也真的是非常多的一个鼓励。所以呢即使你不提案，但是呢你的一票还是可以决定到底谁能够来入选，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大家一起来做参与。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三位来宾跟我们的分享，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